怎么是你啊？你昨天把他落在我这儿了，今天给你送过来。哦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。啊？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我听说府里有个叫婉儿小姐的，走丢了好多年了，顾府一直在重金寻人，我听说赏金特别高，若被我找着了，那我就发大财了。 大白天的，别做什么白日梦了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难道被他发现了？不可能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你有没有听说过婉儿小姐？啊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 顾府一直在重金寻人，要是被我找着了，那我就发大财了。看你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是不是服侍奶奶的时候惹了麻烦？麻烦？什么麻烦？奶奶怕苦，今天换了新的药方，比之前苦了许多。奶奶可喝完了？哦，那是自然，一滴不剩。还是说，你瞒着我？ 又惹了什么新的麻烦？怎么会？是吗？话说，如大夫这新方子效果真不错，奶奶喝了，感觉人精神许多。大少爷，这是这个月珠宝行的账簿。好，我去拿点夜宵给少爷。多亏元和来得及时，以后得对他好点。 小婉，来，苏小婉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？那我去催催她。苏小婉，厨房没找到，房间里也没人。 正是当值的时候，苏小婉这家伙跑哪去了？哎，秋香，站住！你有看到苏小婉吗？没，到底有没有看见啊？秋香，来来来，秋香，现在万事俱备了。 就差你这个东风了，你只要把苏小婉带到这个角落里就行了。这里通往废弃的别院，平常根本不会有什么人进来。我们把她关起来，吓吓她。这样不好吧？秋香，你就是太软弱了，才让苏小婉那个臭丫头抢了你一等侍女的位置。你就不想给她一点颜色看看？那好吧，我答应你们。岂有此理！你们闹得太过分了，要真出了什么事，怎么交代啊？少爷，我知错了。少爷，现在怎么办？先把人救出来，其他再说。 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秋香，哎，谁在叫？谁在叫？不许管！不许！
你是不是要把我的伤给肖婉？看清楚我是谁。少爷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少爷，对不起，还是让我看看你的伤吧。 回去又先活血化瘀的药，不出三五日就能好。麻烦你。那还不是你惹的桃花债吗？要不是你落水被那些侍女看到，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吧。是谁害我掉进池里的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有什么话出去再说。 门被锁住了，莫非我们被困在这了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你还是省省力气吧，这座院子废弃了好多年了，不如找找别的出路。少爷，我们说说话吧。你不会是害怕才不敢跟我说话吧？ 他的手好暖啊，好像没那么害怕了。仔细想想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这段时间有他在，似乎就格外的让人安心。也许我早该发现的，这个冰块脸只是嘴硬，还是一直护着我的吗？